日本松山市已经有400年历史的浪神桥的祈福的圣殿，原桥原人搬到咱台北的新北岛。这是台北温泉鬼浪四年，佮邀请到日本浪桥的圣殿第三届来到台湾。5天的活动，除了会当看到热烈的浪神桥，也会当食美食、泡温泉、放松一下。800公斤的神桥，画龙都龙无得惊。日本的勇士唔然有够勇，佮重开十掌。要龙桥进前，爱先壮胆，比气势。有400年历史的日本松山市道后浪神桥祈福的圣殿，原桥原人搬到新北岛，伫2019年台北温泉街。带予台湾民众震撼，搁闹热的场面。我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感谢，感谢我们所有的人来支持我们北投温泉，支持我们台北温泉季。每年秋天在新北岛举办的台北温泉季是当地上大的庆典，也吸引真济国际观光客去看闹热。热情闹热的场面，一生真正爱去看一摆。